电影《最好的相遇》今天上映，张钧甯在片中颠覆形象，饰演了一位身怀六甲的心智障碍人士。接受我们独家专访时，他透露，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不仅长时间的去体验生活，还接受了默剧大师的表演培训。张钧甯表示，在接到剧本的时候，正是自己情绪的低谷，片中人物的坚强勇敢打动了他。那阵子家里人接二连三的可能就走了，我觉得那种对生命的逝去的悲伤，然后还有一些比较负能量的想法，其实是蛮多的。然后遇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是被这个文本打动，然后再给自己一些力量感。在影片中，张钧甯饰演的吴燕子是一位心智障碍人士，这需要张钧甯突破自我，尝试一种全新的外貌和表演方式。他勇敢地接受了挑战，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在外形上面，我们就必须把我的形象的东西去除掉，然后去靠近一个像这样智能障碍患者。所以我们前期其实是在北京的一家慧灵福利院的机构，然后在里面观察体验生活，跟他们相处，然后去慢慢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燕子的样子。然后不管是在外形上面，然后一些表情的设置上面，然后就义工来的时候，义工竟然没有发现我跟另外的演员，我们其实并不是他们原本在里面的学员。当他们没有发现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想说，好，那这代表我们某一个部分的状态可能是对的。燕子，旁边那么想念。我们在开拍前的大概有10天左右，有被一个法国的默剧大师比作。我们都有去雕形体，然后把我们在体验生活中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在舞台上面去做很日常的生活的这种呈现。他第一天的时候，我上台去呈现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个呈现是我们在大一里面新生第一天来的时候在台上做的表演。然后我就整个人被击垮，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现在这个状态不对，那我该怎么办？开拍在即了，所以后面其实是扒掉了很多对于表演上面的一些距离，但我觉得是一个很痛苦，但是又很好的一个过程。它让我打回原形，去面对那个很真实内在的自己。在整个电影当中，吴燕子几乎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这对张钧甯来说挑战很大。因为其实真正的内在想要传达的东西，我觉得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传达，你的肢体，然后你的眼神。当然燕子她不是一个那么聪明的人，所以她的眼神不会是聪明的眼神，但是在那样的眼神当中，她还是有爱的，他还是有恐惧、害怕，然后失望或者是勇敢。那透过眼神，你还如果可以把这些东西传递出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比语言更有力量。日前，张钧甯在微博发了他给吴燕子的手写信。这次的拍摄让他从角色身上收获了温暖和坚强。不只是朋友，这个关系可能更深沉一些些，因为某一方面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所以他不只是一个朋友。但是我被他的勇敢影响了。此次张钧甯颠覆形象的表演让人眼前一亮，他透露自己对尝试新的角色总是充满恐惧，但是克服过程却让他很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会问说，你是不是想要刻意颠覆形象，然后想要挑战，但是我当时的确想要的是这个文本，我想要的是这个生命力量感，所以那段时间的自己非常的纯粹，然后也跟着燕子感受了一段很单纯可是勇敢的旅行。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看起来很大胆，但其实又很胆小的人。但是
每一次在经过这些胆小的事情之后，我都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勇敢，所以我会相信我自己，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即便被打倒，我都还有能力站起来。